看来这是谁啊？好像是追。感觉我右边眼睛有点花，可能玩了一下午杀鸡的原因。美得不行，丢人的。干嘛呀？这人问题好严重啊！开门红，我看行。他娃娃呢？娃娃在小木屋，老远了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打了一刀我就走，稳一点。我觉得吧，结实应该。起来的没那么快，好吧，他应该起来了。我感觉挂不到啊。应该有挂人加速，我觉得应该可以。有点尴尬。哇，狗祭司！跳下去，跳跳跳跳！哎，他估计又躲他打洞了。
希望那幽冰是有天气，佣兵肯定幽冰膨胀了，没天气直接往脸上跑。跳跳跳跳跳，膨胀，叫你膨胀。 这些石，哇，这结石修了好多、啊。他娃娃早就放出来了。 结石。哎，他娃娃在这儿。 跑不掉的，佣兵打钻，佣兵不加钻没有灵魂，一定要给他打个钻。 这边可能偷了，看应该看见脚印了，爆了，直接把结石刷死了。 然后拉狙击挂佣兵啊，佣兵在那个岛地内的地基，好像是。这边就他一个人。
哎呦！提起来了。哎？哦哦哦哦哦！我在做梦。 这是什么东西？飞过去了，片刀来片刀，右边，反，我假装去。 看左边的谁啊？三二一，我看一下，调完师跑了。这边请千万不要死，上。好，真是啊！我就看到那边调完师，我就觉得这个电机肯定是前锋，然后还真是。 我丢！大老远就看见一个前锋飞过来的，一半的球吧，撞！撞！撞！
老铁还是有点小意思呢，飞来飞去，被吸过去，然后吸过来，倒着飞。哦，没有结束，在里面。不知道是不是佣兵跑了？结尸，假，好吧，我看一下假装裁判来着。不丢，稳一点。啊！这不是没打着？哎，不会。亏稳赚。跟着他，别让他放娃娃。不动了，哎呦！哎呦，这个东西好烦啊！哎，有点东西啊，这个东西。拖了我时间了。啊，救不了了。哎呀，我惊了！不然怎么歪？老歪呀！重新修了。这把要平局了，这把没机会赢，除非开门战有人输了。
直接传吧，不犹豫了。好吧，回去。哎，我看见人了。哎呀，这个东西是真的牛皮。感觉拿他没办法呀，这个磁铁必须捡，不捡就是还卖了，还捞银了。我希望前面的千万不要是前锋，什么都好说，你给个前锋就好了。要求不高。哎呦！你说这烦不烦人？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？开局老是前锋，要么就是什么魔术师啊，从来都不会给什么开局小僵尸什么的。刺刀了，骗到人。哎呦，我干嘛？我干嘛要出刀？亏呀！前锋到了，我觉得我可以 欧那么一下下。还好防了一手，也没那么糟。丢远点。哎呦，被偷了。交不交分身？我猜他们两个去医院上面了，我觉得他们不会在废墟。果然，他们要去废墟的话，他们稳住。
抓这个魔术师。算了，不抓他了，换人。守夜电机。 球了吧，再见了。然后拦一手前锋，前锋在医院的二楼，魔术师这边在修，拦不拦得住就是个问题了。反正这边前锋没球，可以尝试一下。然后那台电梯是刚刚修。 下来了，守住了。啊！他敢骗我，假装自己带了一个那个，假装自己还有球。 二级隐身了，哎呦，给个面子，好。 看见了，好像是佣兵，反正不是一个好抓的家伙，跑了。去，佣兵不管，滑板加速。 弹不弹？记得弹，烂死了。然后用密电击守住了，还好，不是特别亏，蛮惨了。
啊！别吧，上不了车，你干嘛呢？摊手。 换个人挂，因为这边先知，那在经济我守不住了，我只能抓其他人，然后蓝手佣兵，叫好蓝，我看见他了，木马后面，哎呦！ 还好，把他丢远一点，然后调香师这边会过来的，也许，看他过不过来吧。先知调香师不过来的话，我就传送走了，不然过来，那我走，告辞。 然后这个先知死了，因为调香师过去了，太远了，他赶不过来，太远了，赶得过来吗？都救不到。 然后去抓调香师，估计在起点，然后抓到的时候，他开车开到二号站，然后去救佣兵，估计他是这么想的，还真没有说中。 哦，哎，我输了，美滋滋。看左边那个是谁啊？没看见，好像是魔术师，反正不是医生。 反正挺瘦的，哦，魔术师在这儿，不亏，我还赚，走你。 稳赚不亏，然后这波贴连手啊！谁修了？刚才那是医生跑了，挺膨胀了。因为魔术师没必要打欧皇斩，直接贴连手就好了。两个人双双倒地。 他来了。
那就打针对吧，接着锤。不认可，再打佣兵没有用，因为有医生在。 打佣兵他一下就不好了，这边估计佣兵再救的话是死命要保这个魔术师了，所以被救下来第一时间要打魔术了。给他一个，让他救，让他救，这波我不贪。 下不下班？让我蹭个，哎 ，nice！ 正想说蹭个隐身，然后最后一台是军工厂，然后就是，香水没浇死了，再见了您。这个人失误了，估计是他按了一下，然后当前不可使用该道具，然后这是最后一个佣兵，还用护臂了，这人也死了，但是他好像救得到人。 无所谓，刷分。僵尸起来了，没治愈，还有一块板。 走这屁股后面，我不想去，右半边抓，右半边抓，哎，机械师，太巧了，他娃娃还没了，美的不行，戴怀表的。 娃娃打，他没加速，带怀表的，那就更要锤了。怀表结实，跑不掉的，他没加速，转不了点。加不加满？加不加？加不加？ 板子都踩了。
板子留着就是一个滑板加速，踩掉最好。然后这边远程拦截一下，看见他了，不然你要站着不动的话，这个前锋就拉球撞你一下。啊！我等个双刀，不着急。哎，这个洞打得妙哎！这还给他装起来了，哎，我没看见。不滑，我要打。下一波祭司就还剩一台，祭司修的慢哦。前锋蠢蠢欲动，前锋想偷，看他敢不敢偷。前锋跑，他不敢偷。我先不打洞了。然后再打，前锋不电击，然后这边最后一台被守住了，然后最后一台在魔术师那边，他在修了，然后这边直接走吧，前锋估计在等，不知道在等什么。魔术师救他了，魔术师过来了，拦截一下，看着这个金眼闪闪发个光。前锋应该是不救了，等他一进点。闪送了，他肯定要隐身。直接打，哎呀，尴尬了。他居然没扯，他不按套路出牌。又修不完，还差三分之一。他刚才的走位应该是偏右了，我以为他会偏左，就直接扯。前锋在修，哇，还给他点了。看见他了，
不着急，真是。